来，我们拆个车，这一整块大屏 6K 分辨率，这里还有个电子怀挡，再看过来这里，门板、座椅调节集成了在上面，是不是有奔驰那味了？三秒告诉我，这是台什么车？今天我们来到别克的 4S 店，带大家看一下刚换代上市的全新一代君越。这台车怎么买？买哪个配置最划算？我结尾会告诉你啊。然后关于这台车的外观呢，我只说一点，你要是想通过这个前脸或者这个大灯来区别高低配，我告诉你没门了。它高低配前脸一样 ，LED 大灯也一样，但是呢，唯一不一样的就是这个轮毂的区别，低配是17寸的。今天我就带着网友几个比较关心的问题，看一下这台车到底能不能打。毕竟我觉得现在20万买一台油车确实有点钱多。第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新君越到底有没有混动的？目前新君越有两套动力总成，一个是 1.5T 匹配 CVT 的变速箱，另外一个就是 2.0T 的发动机加48伏的轻混，再搭载一个 9AT 的变速箱。具体的马力参数呢，这里有个表格，大家可以对比一下。整体的马力水平呢，还是主流的水平，但是目前还没有收到这台车关于混动的消息。第二个问题啊，网友问整个后排角度是不是有点直？我告诉你，整个后排角度完全没有问题，非常的舒服啊！你看这个座椅的舒适性，哇，按压塌陷下去，这种柔软程度做得非常可以啊！再搭上这个白色内饰，看起来就有质感。我1.74米坐在这里啊，加上这个车的轴距有2.9米啊，腿部空间完全没有问题，头部空间也很充裕啊。所以的空间方面你不需要担心。还有这个是艾维亚的版本了，也就是顶配之中的顶配，什么座椅按摩、通风、加热，跟前面两个座椅是一样的，这个配置简直上天了。第三个问题啊，网友问现在自主品牌的配置水平这么高，合资品牌到底还能不能打？我这么跟你说完这台车，可能你都觉得不可思议啊。首先我前面这块屏幕是一个一整块的屏幕，并不是网上那些两块屏幕拼接在一起的大连屏了、这个是 6K 分辨率8155芯片，显示细腻度各方面都没有问题，操作流畅程度可以说非常的流畅，人机交互也是完全 OK 的。再看回这里，哇，电子掌杆是不是有奔驰那味了？再看回门板这里，座椅的调节、座椅的记忆，包括腰托按摩都是集成在这里了，这不就是妥妥奔驰的那一套吗？我们再看回中间了，非常大的一个中央扶手，前面是个手机无线充电，手机这里啪一放，非常的好用啊。全车121色的氛围灯，晚上开出去也是质感满满的。再说什么 ANC 主动降噪啊，双层夹胶玻璃啊，还有主副驾的电动座椅，这些都是全系标配。第四个问题啊，有网友会质疑，现在买新能源车可以 OTA 升级，但是我买个燃油车开两年会不会就落后了？哎，放心，全新一代的君越它也支持 FOTA 升级啊，什么座椅系统啊、车机系统啊、动力系统啊，甚至辅助驾驶系统都可以 FOT 啊，这点放在新能源车上面还是很常见的，但是这是一台燃油车，有点小惊喜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这台车开起来质感怎么样？果然整台车的静谧性有一个很大的升级啊。我们现在是行驶在下过雨的城区道路，打开车窗让你听一下，关上车窗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了。你要是喜欢这种运动操控的驾驶风格呢，我建议你还是放弃这台车吧，因为这台车整体还是以舒适性为主，悬挂软软的，然后整个座椅也是软软的，大沙发的感觉，过一些减速带或者井盖，砰砰两下就过去了，哇，完全无感。但是你要说动力有多强嘛，毕竟 2.0T 的发动机摆在这里，你肯给油它肯走，0-100的加速仅需要 7.2 秒。有关购买这台车的问题呢，我刚才也跟销售顾问聊了一下，汇总了几个问题啊。现在目前这台车销量怎么样呢？说实话，现在销量还是可以的，一天呢到店的顾客有3-4批啊。那都是些什么人群在看这台车呢？我刚开始也以为啊会是30几岁或者40几岁的大叔啊，但是销售顾问告诉我，都是年轻人在看这台车居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这台车的一个外观都很年轻化了，包括里面的科技感也给到很足啊。那他们过来看这些车，会拿哪些车型去做比较居多呢？无非就是传统那几台啊，什么雅阁、天籁、凯美瑞、迈腾啊，还有蒙迪欧这些。那会不会拿自主品牌像比亚迪、汉这些去做对比呢？也有，但是很少，基本上都是拿传统的燃油车去跟这台车做对比啊。那这几台车和新君越相比，新君越有什么优势能打动到他们去下单呢？销售顾问是这么和我说的，首先就是它的行驶品质，美系车这种舒适感，它的大沙发乘坐的感觉，尤其是科技感方面呢，这个大连屏以及像艾维亚的版本，四个座椅都有通风加热按摩啊，这几点都是非常吸引消费者的。
OK， 好，那现在下单这台车有什么优惠呢？这是非常关键的。销售顾问告诉我，现在终端优惠就是 4S 店的终端优惠啊，能给到10000多，小20000的优惠啊。你要是再跟他谈一下，可以送行车记录仪啊、地毯啊、车窗贴膜，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也问了他，我说买最低配连个倒车影像都没有，可不可以送一个倒车影像？他说 OK。接下来我说的都是关键信息啊，买这台车之前以下这几个点你是一定要注意的，分分钟能给你省下好几万。首先是安全配置方面，这台车的 L2 级辅助驾驶并不是全系标配，要顶配或者艾维亚的版本才会给你配备。虽然说这块大屏全系都一样，分辨率也一样，但是你买最低配的车型呢，连个倒车影像也没有。不过可以放心，你买最低配的时候可以跟 4S 店的服务顾问 battle 一下，他说可以给你送一个倒车影像。车长接近5米啊，轴距超过了2.9米，整个空间体验并不会有问题啊，但是该凸起的中间还是会凸起啊，中间的乘客坐在这里长途乘坐难免会有不舒服。我建议啊，要不是特别着急用车，喜欢这台车的可以等等，晚点再下手。按照通用的调性，往后几个月肯定会有终端优惠，虽然说现在有小10000块钱的优惠，但是你再等2到3个月可能会去到30000块钱优惠，能给你省下不少钱。这台车都有哪些竞争对手，又怎么选呢？新君越的售价从17.99万到23.99万，一共4个车型配置，在这个尺寸这个价格，竞争对手可多了，雅阁、天籁、凯美瑞、迈腾、蒙迪欧、比亚迪汉。论性价比，新君越比不过蒙迪欧和比亚迪汉，毕竟150000的蒙迪欧都 2.0T 了。论后期保值省心，又比不上雅阁、天籁、凯美瑞。正如销售和我说的，现在这台车已经有10000多的优惠了，我觉得再往后2个月优惠更大，可能去到3到4万，这样的价格那就香喷喷了。至于这四个车型配置哪个最划算呢？听我的，买顶配20.99万的月尊版， L2 辅助驾驶这些自然不在话下， 6K 的一体屏，电子怀挡，全景天窗，还有主副驾的电动真皮座椅，通风加热，8个喇叭的音响，121色的氛围灯，这些都不缺。但是这台车刚上市，你买它还不是时候，你再等2到3个月，你再忍忍能省不少钱，终端优惠肯定一降再降。你看回通用其他的车型你就知道了。那现在落地得多少钱呢？以20.99万的车价为例，现在优惠15000，保险大概在5000块钱左右，购置税18000，还有上牌手续费2000，全款落地大概在22万左右。要是换回按揭，首付3成，58000，供36个月，每个月的月供要4100块钱，利率在4.7%左右。这些也仅仅只是参考价，实际的成交价你要和 4S 店谈一谈，还可以让他给你送脚垫、玻璃膜、行车记录仪等等。总的来说，全新一代君越推荐指数3.5颗星。